心有咱路能的，咱有将这条线，这个天爱给咱会顺，因咱是要倒转去这条灵，上苍的天性爱许咱顺无顺，是元素的天命，拢是稳定的神，才有这么稳的气，得到清净的元性。咱爱兑现清灵，回到母娘的灵性，咱爱是顺家的心意，要来讲回母转正，这点是稳定咱的心，向着无这么稳的家，咱拢是通灵的天性。行咱这条清甲源头的心，灵魂伊的天性转到无形的天元，真理是天灵来，回报啊定心在的。咱有这条灵天的心，是原始这么正，嘛是咱母啊，这条灵掀开，则是灵性；转咱清，则是天灵，无形的天意。我爱见庙顺定，有咱一点清天神，转落来这呢啊静。这是咱儒家的心，造物啊，这么正的气，回到清净咱的心，是咱原始的天命。我再来讲顺家的心意，对着清净的天，真理是天灵的心。爱咱现世的清净，老母娘娘伊的本性，是你一点灵天的性，带有咱显明清净的心，这是原始的天家，恢复正法心来呀，一点灵魂的天性。咱只有显明儒家的原性，上苍的灵气，对着清净的心，我爱是一点灵性。在世，咱只有讲通灵，一点灵光的灵气，咱只有带现清家己的心。有咱这条灵天的元灵，咱爱顺着母啊安静，这点灵气只有对咱的母心，定到这么正的心意，灵魂伊是顺出来。今日我爱是清我家己的心，向着母啊这条灵。这个天理只有静咱出神，无形伊只有静入来咱的心，一点静天的气。我爱顺母啊，这么清的心，真理是灵法界，爱咱转着神的在，是咱一点静天命。来讲到顺家的神，这点灵光的灵气，咱只有转到清净的心，有咱这条灵法性，咱只有转入
通天灵，真理是天性，路灵是现证。咱有一点灵源的心，这是咱清净的气，爱咱恢复清灵的心，这是儒家的灵气，嘛是咱清净的心定，这是原始的天性，顺咱有母的天命，咱有一点灵天元，这是母娘啊的灵气，嘛是行咱顺家的神，是咱稳定一点家。母啊爱咱有顺的心，咱有母娘这么正，上苍的灵气，只有来讲献开。我爱一点灵天神，向着无这么正，拢是原始的灵性。你再来讲一点。这条心，这点灵性的天界，咱只有见母有来，真灵是天性，恢复是天命，爱咱有正的气，是你这条青天的真性，我爱传达献清。无形伊的灵气，只有通咱这条神自在。世间要讲的，就是对咱的心，我爱是现世的意思，表明先天的气是伫咱的灵魂这条神的。只有这点原始的本性，咱才有先天伊的灵。今日咱爱是对着咱的心提供，我才有这么顺的灵性。真法是通天命，爱咱有稳现世心，转着清净的天意，是咱无形的天理。咱再来讲顺甲稳定的心意，一点。青天的真，咱爱是顺家的神，无形伊的天性，咱只有恢复清灵，这点拢是咱的天界。上苍有咱的心内，恢复拢是天性，转咱稳定是天神，真理。则是灵气，落了清净，则是神。咱有这条灵天的原性，再来讲出家落定，是咱灵魂的灵性。你再来讲度化现清，我有一点正法正天理，传灵落家正灵气。是顺着先天的性，带予咱一点通天的心。阿母啊，有这么稳的灵气，咱只有转达先天的本性，这是咱灵魂的天界，嘛是咱搁再顺母原来，有这点的灵天神。咱才会当讲顺家遮尔啊正，真理拢是天性，爱咱转着则是天性。无形伊予咱的是顺定，咱才有遮尔正的心，伫咱回母的灵气，咱只有转着清净的心。阿母啊，爱予咱遮尔啊静，咱才有这条原天的心。
是咱无形的法界。咱再来讲，身甲灵魂有在，凡世间的气，只有通咱的神。咱有一点灵魂的灵气，再来讲情感先天的神，是灵的法界，是咱这点灵根在意，真灵现世拢是伊，老灵转嫁定神，咱有一点正法心，再来讲直达。咱的天性有咱纯母的灵气，转到清净的心。我有这条灵天的架，现甲这么精，咱的心上充伊的天性。我爱定法本灵，有咱纯母的灵气，转甲清净。咱的心源、是主宰这点性，老母啊，和咱讲的这么精，是咱原始的灵气，是咱对着先天的心，真灵是天意，老灵是顺理，应咱有精这条心。这是咱清净的天性，嘛是咱见母显的精。你有这点顺家的神，再来讲这么精的气，上充的天性，咱来转接通神。这点灵魂，才是咱的意思。我爱是表露。先天这条灵魂，行回正法的性，是咱今仔回母的灵气。咱爱有清甲咱的原来，最主是母啊定咱的心。在世，咱都爱有这么精的天理，伴甲咱永远来做的心。一世人，咱来讲的是天意，伴咱个人修持的心，是灵魂这点气。我向着无这条灵性，这个天理只有咱的心。我才有这呢啊静的心，上苍的天性恢复。咱的天命，阿母啊，有这条灵天性，咱再来讲定法正天性，真理是天灵来，回母啊转会知，是你这点灵天性，我再来讲顺家显会清，这点灵气是天元。母啊，转咱则是定神，伫咱有母的灵气，咱只有顺甲通天，有这点灵源的灵性，咱只有出家安静，是灵魂的灵性，咱才有现世界通神，一点有稳的天性。咱只有走向先天的本领，无形的天理，只有向着顺家的心意。咱有一点正法正天心，是咱原始的灵性，嘛是带咱通天清净。我有一点正法的气神。这是咱灵魂的灵气，嘛是向甲这么顺的心神，拢是无形的天命。咱再来讲定法，这条灵性，这点灵魂只有讲通灵，
是咱父母的灵气。你才有这么精的心性，天元若有母灵来，咱就走向正法神在的，这是咱灵天的气。最主拢是母娘伊的本性，咱拢是整体的元能，互咱来讲的这条线。今日我爱是灵魂伊的主宰，我爱是整个的灵气，嘛是定咱出灵的心。在世你都这么能够。安尼，咱才会当讲这条灵性。今仔日我有这条清净的气，这个能有这么足够。安尼，我再来讲道法，咱的本性，拢是现世的神，生出着咱这条灵魂的气，通着咱的心，恢复着咱的母性。这个天理。只有伫咱的灵，你才有这么精的气。我爱是现世当下这个体会，安尼我的心才会当归元。母娘啊，这个道统，我伫今生今世入地啊，我就要有这个神的性啊。这是咱做人啊，这颗心啊。你有真正修正，显露是灵天神，转咱进入无形的心。咱有这条正法的气，转咱入定凡世间的心，是咱有顺这点教。来讲到母娘啊，这么正的心，在世。我爱有顺家的神，拢是无形的法，才乎我来讲到这呢啊种的性。先天是咱的灵气，走向正法，则是咱的本性。我有一点灵天的性，转乎伊稳定母娘啊的心，是咱灵源。的灵气，搁再显明清净的心，拢是原始的本性。再来讲转入清净，是咱顺着灵天的心。你再来讲这么稳的灵，显露是灵天性，转咱有定是无形境。咱有一点正法的灵气，是咱顺着通天，无形伊爱咱静会出。咱再来讲顺着无形，因为这是心的灵感。我爱是清净的天，转入着咱的母头，这才是咱顺家的本性，清入。就咱的本灵性自在，这个天理拢是爱互咱顺着神，你才有这点气通咱的元性。这个天意只有定家己，最主是天所有来应合的。今仔日我爱是合作会，母啊，伊的真意。传予我的灵，归落灵性这条天命，咱才转予伊稳这尊神，这是咱落界天。再来讲这呢啊种的心，真理是咱的灵气，恢复清净，才是咱的心定。咱有老母的灵气，再来讲顺着。通天，有咱一点灵天的性，你再来讲悟出现的境，是咱顺家的灵气。咱再来讲顺母通灵，真理是天灵来，
回到正法心的在，向着这条灵天去，是咱顺家的心定，是咱老母讲的元神，是道灵的天界，是向咱清净本来上苍的灵气，咱来拍通现世心，向到这么顺的灵性，咱只有走向先天神无形的灵性，只有咱来定发先天命，有咱一条灵法界，你再来讲净出先天神，咱有老母这么清的灵，再来讲专注修通的气，这点清净拢是天界。原始有咱这条灵魂伊的精神，我爱是出家，现伫无形境中，这则是咱传法这条灵性，转过着清净，咱的本来无形伊爱咱静的在，这点灵气是咱的天，拢是顺的。这则是讲到灵天的法界，顺境的自在，恢复咱的正法正性啊！天灵是观天在，导咱灵天转入性，打开清净这条灵魂，这点灵气只有通咱的心。我爱只有这么稳的心，是咱这点灵气，是你搁再顺家的心，显露是灵天的心，爱咱转是道灵的心。我有一点正法界，再来讲出现心的在，咱有一条灵天的气。是顺到这么静的心定，灵魂的灵性，是咱度化清净。咱有一条灵天气，再来讲顺母啊，这么静的心，现露是灵法性，爱咱转达现世境，是咱顺着神的意。老母啊，再来讲兑现咱的心，一点灵魂的天性，咱只有向入来，咱的心清，这是咱主要的天意。母娘啊，爱咱定的顺序，因为咱只有照母娘的心，恢复咱本来母娘生。那条灵魂，今仔日咱是要复回咱原来迄个天真，母娘予咱迄粒真气，是安尼，咱才有本源本性，对着真气来生。咱讲的话语就是文字，这种灵魂拢是咱的天界，咱才有这点。原始的自在，在咱这个文字的教化，咱才有种种的形象，安尼咱才会当顺着天性，母娘的文化，伊才会当拍开。我爱是这点灵气，照着先天的文字来讲出着我现主时的原神，这是咱传法。正理的天界，灵魂伊的自在，咱有这条清天的心，走向无形的灵，上苍的灵气，进入着通天的神。我爱是一点灵魂的心，这点则是咱复回先天的意。是咱主要的灵性，
嘛是咱定法先天的本性，拢是原始的天性。你再来向着无形，这么清净，真理是灵法界，显露是心的在。我爱是一点灵天性，恢复才是咱的顺心。真法一点气，显露清净咱的心性。阿母啊，予咱这么稳的灵魂，咱只有转来现世的心，这点才是咱的天意。原始才是无性，直达才是咱的天性，拢是顺母啊的性。咱再来向着清净的心，这点原始才是天界。无形则是咱的神在，拢是对甲这么稳的灵魂，是咱本源本性。你再来讲通天清净，这是咱灵源的灵气，走向先天这么顺势，应落原始这条灵魂，咱只有转着无这么稳。真理是天灵来，现世是定心的在。我爱则是咱的灵气，现着清净顺无缘。天意是上天性，拍通则是现的净。这点有顺的天意，咱只有向无形界落心，是咱。这点的天缘，阿母啊来转咱的心性，咱有一条正天理。再来讲儒家顺无神，上天的灵性，咱爱转回清净。在世间，咱的灵魂只有走向清净的心，直通。先天的真相，咱只有打通顺母这条元灵，这个天意只有要让咱知，咱才会当用着咱的性过到母娘啊，才这么正。这个天理拢爱予咱修正，咱会当行过家己的心，这就是在世咱要讲的念。今仔日我有照着实际，安尼来学，安尼来练习，我才有当下一股气，向着咱的本领恢复清。先天呐、啊，爱予咱定定，就是咱即摆去通灵，神呐、啊，伊才会当主定。这个天理就顺咱的天，向着无。这条线，真理是天灵来，导咱青天转会知。无形是真性，传来是显命。咱有一条灵天的心，回到这么静的气，这点灵魂只有顺天神。我有无形的天性。你则转有先天的本性，拢是无形的天理。咱则来向着这个天，上苍的灵气，咱有一点灵魂的心，你有一点原始的本性，无形则来讲回定，这是咱正法正天的心。直通咱母娘这么稳的教，灵天脑母灵性，拍开则是咱的天灵。咱有这点灵源的灵气，最主则是咱的心定，是咱有母啊的灵性，直通先天咱的本性，
拢是孙家的灵气，才有这么稳的听灵魂伊的法界。只有咱来落定心在上苍的灵气，咱爱是顺母通灵，有咱一点正法心，转咱这么正的灵，我有这条正天的气，强咱原始的心。母娘啊，爱咱合作伙，咱才有这条心出现。咱有个人的心啊，是咱传达家己的灵。在咱累世结合咱即马即世，所以讲咱用即世来表示，就是代表咱的过去一世一世。今日咱要讲的是清咱的心，过去咱落灵迄个意思。因为咱伫无形界要讲的拢是天性，心啊伊的主要。在世间，我爱讲的是实际，因为对着咱的灵魂，伊的顺性，这才是度咱灵魂伊的清。咱爱是这点气，演出着永远咱的心。在世间，我都爱晓用；在世，我都会当传。因为这是母娘啊，伊的心，教到我这条清出来的心，表示着着咱通天的真性，打开着咱的天灵挂。今仔日咱用灵嘛，所以讲拢是用灵为主，灵甲心一定爱合作伙，咱才有这个神谱，是咱主要这个天界。是咱即马接受着虚无这个心，我爱是正天的真理，打开着这条灵天的灵气，拢是整体咱的心。你才有元灵这条性，真理是天灵的关性，爱咱儒家宪政，是咱主要这条心。母娘啊，爱咱团结入定中，你再来讲顺甲咱的心意，一点灵魂的天性，咱只有打通先天灵，真觉心悟会出来，照着灵天一点气，无形中咱的心微发的前啊。咱再来讲度咱的心，今日咧讲的是这个气压未够，母娘啊，伊就有这种心团啊。咱爱是原来，咱的心意啊，唔知以前，母娘啊，伊就要让咱团啊。这则是咱用着母娘的力，照着咱现主是怎样的力。伊力输力，无应该就是这么清楚。咱的脑神就是这么精明，显露是灵天性，五来主要度咱心。咱爱是清净一波，因为拢是咱的灵的顺性，咱才有无形这种能波。这个原来的真能啊，伊是有敢若亲像电波的，咱的心是有波动的，所以讲咱是伫动中，大动中，你才有这个静观。无形伊是这么稳定，咱再来讲慧智吧，这么清灵，是顺着青天的气。咱爱照着无形的心，咱所讲的凡世间的回灵机，用慢慢啊晒晒甲跑道，准备要飞的时阵，速度就冲落啊！
像甲咱即卖咧讲诶，迄个电脑电啊，就开始起伏啊，起伏了就一直吹啊，吹速度，吹到着咱臭氧层，会噼噼啵啵个咧，冲过两三层，无人机着搁电啊，电着搁飞到伊诶宽度有够，着平啊，着静啊，所以讲一定爱有大动，大动了。照这个中心经，咱人才会当伫飞龙机顶来做活动，是咱即马嘛相共啦。你的心若无拍动，你静袂落来这条灵魂啦，这就是灵关。灵关你若关关过，你的灵关就复制。今咱有三关大帝啊，这个关节就对了。修行是爱带关节的，所以讲今仔日咱就是要爱有迄张通行证啊，嘛是要有证明啊，咱这条灵魂的关节，真理的天性，是咱顺甲这么清净，无形伊的天意啊，咱只有落甲回秒啊，上苍的灵气。咱只有向着清净的神，这点有阮的天界。咱只有看见神会知，真法拢是天性，现道是天命。阿母啊，互咱顺这条命，在世咱要有这么清净，咱才有母娘啊，这尊神明。咱有这条灵天的气，再来讲道灵回母心，这是咱正天的灵魂，转到入正咱的心。我爱是上天性，咱再来讲五出现露神，是灵魂的天界，是咱见母青天原来，度到真法。一条心，咱才有母娘啊，这么正的意思。这是咱传达先天的精气，嘛是咱悟出清净的心，无形伊的法界。只有咱来讲出原来，度到真灵的本性，咱只有看现如灵，是咱有法的天性。阿母啊，再来讲定咱的本心。我爱是顺落来的心，只有一条咱清楚的心。今日咱在世间是要理解、了解，安尼咱才有法度解释，是要甲解开，咱才有法度释放。今日我所讲的，就是要知影我这个心才放会落来。这个道理我唔知，心当然是拍干啦。是咱要有这条灵天性，咱要行的是正天的神，唔是咱全凡世间家己方的神。这相差就是伫遮。今日咱有这个计，你的心就会明，这个神伊就自在。今日若无这个计，你的心嘛，会常常讲，因为期待嘛，咱所有讲的贪欲嘛，这个才是咱要讲的灵性，顺着通天的本性。当然，贪欲就是拢靠后边咯，靠你即马是虾米人有无？未靠你啦，道祖都未靠你啊，佛祖都未靠你啊，山都未靠你啊，海嘛未靠你啊。会帮啊，家己啊，伊都做甲佛祖，伊都恢复本性啊，自如啊，清净伫遐，寂灭伫遐，你要来靠伊，是咱靠道祖啊，伊所有留落来的言语啊，伊是要咱学啊，毋是要咱靠啊，咱袂使依赖伊啦。依赖伊，你知无？安尼，咱会变愈来愈平淡。你这个依赖，
拍歹你现主持的性啊，这么难弄就对了。所以讲，咱来进步，咱来勤快啊，咱来谨慎啊，咱家己爱觉悟嘛。是原始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转一通。今日这个通，不是咱凡世间你所有会晓写的通，嘛不是咱今麦咧所有讲的，咱这个神咧讲的通，是咱的心啊。你的名利，你对着清净这尊神的敬意啊，通是安尼呢？不是你看这个文字，啊是我即马这个意识，这个通啊，在咱的脑海，在咱即马心里，知影讲安怎写？这是咱即马讲前夫的啦，心外通啦，用嘴叹的通啦。不是你去做出来有证明、有根据、有印可的通啊，边啊一个通啊，是咱会当讲的灵天法界。咱再来讲顺界的心通知，这个通，互你知影嘛是通。今日你看到通知单，你知影这内底意思嘛是通。你照着通知单，所有的日子定落来，要伫倒位，你行去，去到到位，嘛是通。有参加着通知内底内容，你伫遐参悟，了解着这个信号，了解着现主时这个真意，嘛是通。你了解去做，做到完成来报备，嘛是通。你所有报备了。你整个拢知影，后满搁一输，演一输，嘛是通。字啊，一个通啊，万万亿啦，是咱罗宁这个天地。你爱看这个人是文字的执着，还是你起码靠着你的意思的通？今仔咱是讲心烦的。不是在讲你现主是这些文字障呢，就是障碍就对了。文字会救人，会害人啊！敢那讲火烧功德哪有无？火烧有无？啊，你敢那念观音佛祖有无？啊，这火就会化去啊，有无？那外表在讲是安尼啦，但是咱起码是讲火烧功德哪？就是咱的心的祖先呐、啊，你常常用着生气、暴火有无？会烧咱家己这粒心臭的打气啦。啊，那外口的当然咯，你若咧火烧厝，念观音佛祖有无？啊，看这个厝会自然化气袂有无？啊，那安尼娘母地较早上界念佛的啦，江山去一半，因囝有无？将啊歪信佛啦，将啊信道有无？嘛是江山去一半，两爸仔囝江山都了了了，佛道都强都了，安怎讲？伊都盲从嘛，敢若对着文字一直研究啊。所有文字内底要救你的心有无？代志若来有无？爱用你的真心去处理，伊才一心一意有无？靠着这些文字，靠着这些无形所留落来遐有无？六字真言啊，啊你看你个惨个啊！咱修持就讲，咱如果若别人求甲咱斗有无？你敢若念佛，敢会消安？你一定爱解伦理啊！若无，咱一定爱保护家己啊！你一定爱出力个来抵抗啊！啊，若无伤害道义个有无？当然念佛就会和平。人啊，你若无生智慧有无？你若执着伫安尼有无？你真正袂精进啦。我常咧讲，咱若要共吩咐，要用人，你的语气一定爱善。啊，你唔通讲，我即马伫外大呢，人咧叫你，你拢爱来，敢有安尼的口气？啊，孙啊孙姐吼。咱内底有咧邀请恁来吼，
啊，即马就麻烦你什么人吼？啊，你来人内底有咧叫，有工课要交代。哎、欸，你爱来诶，顶面咧叫诶，你是存什么心啊？咱人一个团体啊，袂当分你甲我，我较大你较细。每一个人拢有使命大咧啦，每一个人拢有角色咧演啦。你敢若当主角嘛无效啦，你当只牙机棍啊嘛无效啦。大家会当心好气啊，大家拢有这个任务来演啦。这出戏啊，咱所有交流啊，再损失啦。啊，你若一个骄傲有无？一句话，这厝规个拢拍破去啊！这么重要呢？你有这厝的宽容。无形界一走后厝，互你演练啊！唔是你即卖咧讲的，恁天山电源金庙会咧外敖啦，爱所有强敌，为假的，为暂时的，慢慢啊来甲你看，慢慢啊甲你考验，你这支花是毋是实际咧做的？你所有演的是毋是尽心尽力的？慢慢啊，假再成真啦。假若减，真诶就重。演到尾啊，大家就强人。你是天山人员，大母诶教，毋通大家拢大喙斗啊。尤其是你少岁、济岁，要助你啊，这是机会啊。若无你惊五十四人嘛是同款，搁伫遐啦。是咱一点聆听的心，我希望着咱出入这孙仔孙子，你这个语气呀，甲你咧讲请有无？人叫你去叫啊，你这个恭请，还是讲请，还是敬重有无？这个礼貌共敬礼，袂减一块肉，反倒转别人会感觉讲恁的教育真好。过去大家教育拢真好，是边啊吵来这孙仔孙子有无？叫乱去啊，礼貌无够啊，大家咧讲话拢刺牙牙啊。你修养是修什么心态啊？别人拢会甲咱做一个比较评估啦。但是咱第一，你既然有这机会，礼貌为重。过去咱是以忠孝来做的啊，忠孝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啊，咱的所谓孝悌有无，贞节有无，礼义廉耻拢伫内底啊，包括仁义礼智信拢伫遐，包括咱的仁智勇拢伫内底。所以讲，咱一日讲三字经啊，讲一字，你就爱知影后壁两字啊。唔免常常安尼讲啦，咱人拢五六十啊，过去阿五阿姐三十一就来啊，即嘛五十四啊，你啊看，所以讲时间咧过，目一个年啊。但是你爱，就是咱现主持的心善啊。你即个心啦，恶地府等你啦。有诶嘛是爱过来甲咱笑啊，恁所有做诶，毋是做啥有无？做咱家己心的愿啦，你若无照愿安尼落去做有无？你无法度达成，咱即世可疑啦。啊，你笑的遐个无，后满嘛是同款啦。互你上好做人啦，啊若无禽兽有无？伊嘛是咧看天啊，想要爬起来啊。你啊看禽，伊想要爬起来啊。但是伊都无法度亲像飞机安尼飞起咧臭氧层有无？莫讲啥啦，禽兽你都敢若五十楼，你都无法度爬起来啊！能力无够嘛。用安尼来想，用安尼来比较，咱修行的目的，你才会行到到位啦。啊，无你都毋知你修啥啊？今仔我要来做机，今仔我要来办代志，神就搁互你人来办代志啊！鬼神就搁互恁人伫遐搁作念啊！伊是咧演化，你做无好诶。起因后满就是落这个较歹迄个境界，你所有爱的
恁的习惯、恁的惯性，阿妈恁就是伫即窟，伫大遐烧香厝就对啦，住伫遐，伫遐生活就对啦，迄叫做道处啦。你的心啊，你这个道要行迄条路啊，你的兴趣拢是归窟，拢是伫遐做伙啦，歹习性、歹人拢关伫遐啦，安尼讲较紧啦。是咱要讲到这点灵气，咱定咧讲提升啊，人甲人的和谐啊，社会再温暖啊。今仔日咱无爱定定人甲人之中啊，是咱人这个心啊，甲神甲虚空啊，要搁再转一摆啊，这个无极的天界啊，你要搞清楚啊。你只要脑袋，迄个脑袋瓜有无？你要明白啊！啊，今日敢若讲讲一大堆，还毋去做？啊，我拢知影，我道理比你较难讲，我道理比你较我知。啊，家己安尼电脑吼，叫你讲一铺啊经，录一个出来听呢，你无才调。啊，若讲一寡虚，遐所有诶讲诶。无负责任的有无？咧骗你个无信任证的有无？讲讲一大堆，你咧讲互遐蠓虫听，讲互虎神，迄个神上界紧来，迄个神听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的心。你个人证会落来无？你咧办事当中，你的意识有出来无？这才是重要啦！你要靠啥？靠咱家己的神呐、啊，你也有一个主定。今日你要讲的啊，咱的意识神是半开的呢，先天神降是爱延续的呢。啊，你唔当讲充电一个，啊，我就放一个这个莫大有无？啊，是咱即卖咧讲的有无？咱电动车啊，啊，都骑一个，你都无电啊。啊，那是你要做什么无用事啊？今日咱所讲的。你24点钟的电一定要饱饱呢，你要出家，这个电都够难呢。唔是电动车，我骑20几公里，直接要骑到咱即马讲家己啊半钟头就无电去啊。啊，你要办到家己哪有可能？当然你嘛是还搁伫台中这个范围啊，直接是可能啦，有限的嘛。啊，神甲有限的，咱就免收啊。咱人嘛做会到啊。真理的灵气，转着通天的神啊，是咱归元这点灵魂。咱搁再来讲顺家的心，一世人咱一定要彻底了解，你绝对无阻碍，你绝对无欺骗家己，这才是咱的心啊的净化。今日要化什么物件？化咱唔知了解。化咱即马伫咱的人界，要进入到天界。天界要爬起来，咱即马咧讲的母娘啊，这个界，有诶讲叫做大罗天，佛教诶讲叫做大梵天。今日咱所讲的咱灵修诶，只有讲无极二天，无生这个真天，毋免阁生嘛。你未去起因，你就无这个果。所以讲，世间人甲咱过去遮个祖先，拢是论因因。你这个缘，这个其中，阿嬷咱要修的是这粒因果，就是咱的性果。性果就是咱的灵性，嘛是咱的本性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所有重要的性格四条。杀刀银芒，酒有一个性戒，有一个压戒。压戒就讲酒会当助气啊，因为咱这个气有无，爱必须一丝丝啊酒无来杀你的气血通，唔是要你啉甲伤侪乱性啦，爱就是你的贪过头啊。了则，咱今麦咧讲的有无，三米有六戒，有七戒。有八关斋戒，有十三戒，有无？
十三层、十三间层有无？才九十层地啊！啊，你后则有咱即马讲百二届啦，两百五十届，这个都八百届啊！所以讲，你的心敢会当学袂叮当？是咱上重要这个心的法门。今日要讲到心的法门，你都袂当学袂讲啊！毋是你凊彩一边杀一边杀，啊！我知影这个道理，就来开破安尼。今日咱这是受着咱真正这个母娘啊，要予咱直接用心的机会。母娘啊教咱，咱了爱复习，复习了你才有法度出外，去演一个角色，代表天地，啊，搁有这个祖源。啊，搁有即个灵脉，啊，搁有咱即个灵台、灵山、灵观，咱的心的变化，是爱知影甲遮尔济啦。毋是讲你外口咧吸空气，哦，即摆我伫山，即个空气足好个，我会知影。伫咱即摆讲粪扫场，你所有吸个即个空气，哎呦，即目睭看个，啊，即粪扫都是垃圾个，你着排斥啦。人就是中有看个啊。你的心内底啊，你要较亲像讲遮尔清楚啊，要了解啊。我相信大家拢爱搁加油啦，包括我嘛同款。所以讲，袂当以家己为标本啦，以你这个心传甲咱所有的灵拢认同啊，你所有拢了解啊，在世间你的原型啊，现咱有无？定灵气，转咱通才是天性。用少的啦，用想的拢无效啦。我今日来祈祷，我今日来讲，啊！你服我，你甲我教，你甲我管一下，服我这个智慧会开，服我目睭会当看到，五眼拢照明。咱若用安尼想法咯。用安尼偷食步的，用安尼偷鸡取巧的，用安尼偷工减料的，安尼你看敢对？神是一步一步来呢。咱这个树啊是一顶一顶一直拔的呢。你才知影讲这个中心有后气无后气的呢？真理是天性，咱爱是慧能。母娘啊在讲，只有重这粒心念念。心内则是咱家己的法，今仔咱做人就是要修咱家己的心法，毋是你要照母娘啊啦，照咱即摆咧讲佛祖、道祖啦，是咱这真灵元君的法，伊个是咧甲咱应念尔，永远嘛是伊的法，但是咱的法本来就执着啊，你搬这祖师爷的法是要来做啥？要来烧胎哦，啊烧胎你就压咧啊。你就障碍啊！今日要用咱家己本来执着这个法，安尼你才会当彻底要安那洗涤咱的心的垃圾。当然，咱拢讲心啦，心啦垃圾有有够啦，有咱所有的杂心啦，心你就知影，心一点啊，尔尔。你看郭台铭啊，你看王永庆啊。因哪会满足？最主要，咱的心爱节制啦，你爱听会落来啦。天公敢有专门敢若听你尔尔？母娘啊，敢敢若重视你尔尔？安尼，别人都拢毋是母娘的囝啊。迄是要予你演一个角色，看你心偌大啦，贪到偌贪啦。人嘛，哪有啥物人会满足？你无受到真正道统，真正无教，我相信你都放放啦。老爸伊哪有真正时间好教你？老爸要出外口趁钱呀。老母在逐工伫只勤，你这个囝的心，伊才会当知影。你变歹，伊就知影；出来外口变歹，伊嘛唔知啊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家己爱自爱。自修自悟自证，这是永远难的啦，离袂开着家己啦。求别人啊，不如求家己啦。
外口佛绝对无法度度咱内底即阵佛啦，因为佛无度佛啦，是咱即条灵天的气，慢慢养咱清净的心，咱才有即阵心啦，恢复咱的原形本性。好啊！
的哎呀哦